既想看见我的母亲，我要把我的悲情、我的思念、我的遭遇、我的痛苦、苦痛、我的渴望，向我的母亲跪诉。可是每当我拿起电话筒要跟妈妈挂电话的时候，我老弟总是很机巧地阻止他，因为说时差对美东美西相差三个小时，因为有时候电话压爆了。哎呀，不动了，你叫你叫你不？我没记得讲，我哪跟你安尼听听听那个？哈哈，你袂赢啊！背背，我听啊，落去背背。啊，这两个呀？应该是你的吧？是，那个是你的。也不然一头不要把我接住，接不起来了。你后面前面先走，不要让他后面跑。哎，你好，前面推前一步，这个先推前一步。啊，你啰嗦了。哎，这手机打上你的不帅。不然你头不要堵住我，给我走。太冷。走这边。可以走到那边。哇，呵呵，别一口干这个再走进去。不然你让他往哎，让他弄了。你在拍干嘛？嗯。我走，你现在一步一步走，走走这边过来，自己靠。自己靠，自己再走一步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。那你赶赶快这一步再进再前进一步。哎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紧。哎呦，也跟他跑得更近了。嗯，现在三步了。嘿，我后面是这样。这一步先走，对，那一步先，后面一步先走。这边先走到这。嗯，呵呵呵，你赢了啦，到了，你赢了啦，奶奶我没有，哇，五宝，三宝，我都没加两宝了，我只是两宝啦，就把我这个按住啊，五步，六步。啊，嗯，真笨，没跑，真笨呀！六步，少少六步，六步，
你不不对了，七步三步三步没有七步，四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，我就告诉你是七步啊。乱动的，然后还想着，哎呦，再来快！来来来，好。你讲够发，我后边还闹起这样子来，我一直惊我顶得够了，我硬了背啊。过去啊，我就一直教，家己就别教别人，就输死哦。这里三十个人。你把老板呢？好。今天要去 Pioneer Stadium， 走哈哈哈。好，乖乖。
进去。看上去也不错啊，啊！小明开车，后面没车，我摔车。小明，你让你一步一步跟他走，嗯。